台湾女团 Dream Girls 成员郭雪芙代言不断，除了忙活动，也在为之后的戏剧做准备。杂志年度的百大美女结果出炉，本来是去年第一名的她，今年被生日寿星小 S 挤下后冠，以一万多票之差成为了第二名，连续两年都是人气入围，这一次却输给因为受伤反而减少演出的小 S。网友普遍认为，应该是小 S 休息时间常在网上 po 动态，和网友互动升温，以人妻人母的姿态击败小清新。不过郭雪芙倒是很谢谢粉丝的支持。最后的 final 确定，对，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怎么样，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我很开心，因为看到自己的粉丝啊，在自己的版啊，就会很支持，然后就会告诉我哦，他们日夜啊，怎么为我催票啊，或者是投票什么的，其实我就真的很感谢，然后很感动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